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呢做一个交流。首先呢，我想来一个解题，为什么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中国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那么大概我想有两层含义吧。如果说这个第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话，那么我要讲的是以前的中国，这个比较宽泛的哈。再一个呢，大家可能有朋友知道，我有一本小书叫《最早的中国》。我认为最早的中国呢，就作为中国的最早的实体，政治实体，只有二里头。中国是没法无限制的往前上溯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二里头是这个一个作为社会实体的最早的中国的话，那么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又回到这种话题来，就是说中国是怎么来的啊？这是大体的一个解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切入正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人类哈，这个动物、植物都是有基因的。那么文化也有基因。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就，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的转型期。大家对文化记忆非常关注，那么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是文字，是文字材料。但是大家想想，从甲骨文开始的文字材料就3000多年，那么人类起源，比如说300万年、几十万年啊，然后这个10万多年以来这些东西呢，就是3000多年以前的，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那个时间，那种文化记忆的唤起要靠谁呢？要靠这个，当然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的学者啊，我们有古人类学哈、然后这方方面面的学者哈、我们呢就承担着这样一种，解读文化基因的这样一种这个责任吧，对吧？哎，我们说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我们家庭还是我们的民族啊，大家都要有文化记忆。那这个呢，然后我们说这种文化记忆就是。使得我们有很多的便利，比如说，我们的前辈在100年多以前发现甲骨文，由于那些甲骨文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字，然后呢，我们从汉字，从现代汉字到《说文解字》，然后呢，只要是那甲骨文，它在农民手里，没有文化的人手里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哈，那谈不上发现，只要它进入了。有文化、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大学者的眼里，那么他很快就被破译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呢，要就跟这个埃及的文字的破译是吧？那个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放了这个片子是说这种这个文化记忆，包括我们现在的民俗都丧失殆尽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人类史上这个非常罕见的上亿人的民族大移动。就是我们这群人，一定要赶在那一两天回到家里吃顿团圆饭，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记忆吧，哈，等于这个都是连起来的。然后这样的看来，就是我们考古学呢，在这个唤起文化记忆这个过程中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起步呢，现在快将近100年了。然后上个世纪初呢，就有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做跟考古有关的田野工作。然后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发掘安阳殷墟。大家知道，这是中国第一次，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机构进行考古、田野考古发掘的。而我们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是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的哈，这个后续他们是我们的前身吧哈，是这样一个文化传承。大家看这个，当时殷墟第一次发掘，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找甲骨。来看这个，从照片上能看出当时这种几张照片吧，就能看出当时这个人20年代末期。中原人民的这个生活状况，然后这个社会非常不安定，还需要这个河南省政府派兵来这个保卫这个田野发掘，啊，然后那个说1928年开始的这个
中国最早的有组织的自己的学者有组织的这个进行田野发掘呢，这个就是为了找甲骨文。甲骨文出来之后呢，等于循着这个哈，然后我们特别希望找到更多的信息。那个时候呢，所以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呢，考古学的诞生之初，根本就不是像现在大家想的考古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完全是象牙塔的学问啊，然后跟国际民生没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从这个五四运动，然后这个砸倒孔家店，然后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怀疑，这个都是比较合适。我们说以古精神呢是必要的。以前我们完全信奉三皇五帝，现在开始不信了呢，那个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包括这个以古学派这个领头人的这个顾颉刚先生他们在内都意识到，田野考古学可能是这个探寻中国文化之根的这么一个必由之路。然后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中国是怎么来的，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考古学从诞生之初应该就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最根本的一个困惑，实际上是完全是紧密的跟现实相关联的。但是这个由于这个考古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学问吧，我们的前辈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解读无字天书这个上面，然后这样呢，就由于这个精力的限制什么，这样就导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考古学与大众隔绝了。现在这个我们能站在这个讲台上能给大家这个讲来，实际上呢都是我们站在前辈肩膀上哈，等于说我们现在呢通过这种这个学科通过这个学科基础的建立吧，现在可以用大家都能知道的语言呢把这些东西讲清楚了。我说这个实际上考古学本身，我说我们考古学家像两种人，一个是侦探，一个是翻译家。侦探这个特别好理解，因为我们面临的就是废墟断片，我们想把它拼合起来，尽可能的复原当时的场景。然后呢，这个翻译家呢，就是大家看我们发掘的这些东西，如果是没经过考古训练的话，你看什么都是土，顶多这一块土深一块浅一块哈，都是土。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就能说这个是道路，那个是城墙，这个是垃圾坑，那个是宫殿啊，这就是一种解读，就像是外语翻译一样。这些东西一般的公众这个看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大家能懂的东西。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科书上每增加一句话减少几个字儿，恐怕都是我们背后要付出很大的心情。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在发掘这个无字天书，也叫无字地书哈。然后有朋友就开玩笑，现在这个你们是想试图破译这个无字天书，但是到最后呢考古报告出来哈，你又创造一种新的天书。因为不要说大家，就连历史学家然后都不愿读我们的考古报告，就是非常枯燥哈，八股哎。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就等于说由于这个我们的学科的积累，到现在我们应该是可以用相对通俗的语言把这个我们花纳税人的钱来做的工作告诉公众我们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们知道一些什么。所以说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个给大家放的呢就是我们的田野发掘现场，现在已经开始比较高的这个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了。比如说以前都是皮尺罗盘来绘图哈，来做测量，现在呢用这个全站仪 Total Station， 然后现在甚至有它的升级版的 RTK 这种东西。就是如果说以前那皮尺罗盘，那皮尺如果用时间长了就跟橡皮筋似的，差个3公分5公分都无所谓啊，罗盘这一测如果差半度的话，200米以外就好几米的摇摆了，是吧？所以说就很难达到精准。而现在这个以毫米计，所以说科学技术大大的这个
这个提升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质量。这个呢是一个陶片，这个是一个陶器啊，从这个碎片啊到这个粘连成器的这样一个过程。我想考古学何尝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做了一种历史的拼合工作。大家看这些东西，我们特别渴望，实际上现在已经能做到了，就是这之前我们是一直是我们的技师用手工啊，不是用眼睛来观察，是吧，寻找同类项啊，寻找相似的这个断片啊，这种口沿。包括我们这我是做大学教师出身的哈，我在学生实习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学生说，哎，老师你们怎么那么神呢，然后他弄两块陶片吧哈，拼过来拼过去，瞎往上碰，但是我们先不动那东西，我们这离得很远的两个陶片，然后我们稍微看一看，拿起来基本上就可以对上，这个就是眼力，你练的就是这个。但现在这个计算机一扫描的话，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只要这个破片相同的这种这个形状，应该就能扫进去。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做这样的工作啊。这是这个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这个一件这个陶骨啊。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个考古学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考古学肯定是研究东西的，是研究形而下的东西的。它跟文献史学它不一样的，就是文献史学是研究这文字材料，我们是研究物的啊。我说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是研究物背后的 context 背景啊，或者叫现在这个著名的这个美术史学家吴洪先生把它译成圆镜啊，就原来的圆，境界的境啊，可能这个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是研究物背后的关系和背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考古人跟这个收藏家、文物爱好者，当然跟盗墓贼的最本质的差别，就是我们注重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说玩东西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收藏家，我就玩这一点东西，但这个东西是出在哪儿，怎么出来的，怎么做的哈，他在墓葬里边是跟什么东西摆在一起，这个墓的墓主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要随葬这点器物，说明什么问题，我们是研究这个东西的。所以说这个都是术业有专攻哈。那我们看这个最左边这个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物肢骨。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有这种骨料，动物肢骨被割断，然后中间还有那样可以利用的这种骨料哈，有一些用不了才能叫废料。然后我们看一件骨簪哈，那个时候这个古人这个不分男女，统统都得用这个东西来这个梳理头发哈，骨簪的这个骨簪帽，然后一些比较漂亮的雕饰，这个龙啊、凤啊，这个纹饰啊，然后还有这个榫卯结构能插起来。到最后大家看着不是太清楚啊，最右边那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骨簪，我们就大量做着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考古学本身呢也是做的历史拼合的工作。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在现场风吹雨淋的，那么大量的东西呢就都没法当时清理这个非常利索。我就说比如说这个哦，就看这些，就是好保存下来的，比如说铜器、玉器、陶器，那个好办，耐用消费品哈，你怎么整它都不可能消失了。但是我们说这些东西，哎，比如说要是有这个同学这刚上来，哎，看着挺漂亮的，哎，不清楚哈，我们说我们用手铲啊，不清楚我再刮一层，还不清楚再刮一层，没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们说二里头发现那个绿松丝龙，这是由于时间关系都没放出来哈，绿松丝龙。然后这个它是粘嵌在当时的这个有机质上，有机质可能是木头，也可能是皮革，木头和皮革都腐烂了，那些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丝片组成一条非常生动的龙。然后你要说，要比如说要是大家这个去考古工地看这东西，或者是年轻的学生刚参加工作，老师一眼没看出，没照顾到，他见一片抠一片，见一片抠一片，然后回来告诉你，老师你看一塑料袋2000多块绿松丝片，就是文物几乎一样都不少，但是 context 东西，它所显现的东西没了，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说实验室考古方兴未艾，就是大量重要的东西在田野很难提取的东西，我们把它整体提取回来，然后在这里边精耕细作。大家说车轮子哈，
中国最早的车轮子等于发现于这个50年代哈，在那之前，我们在墓葬里边哈和车马坑里边，我们总发现一些青铜的这个车马器啊，然后车轴哈、轴头什么东西的，呀，总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象征性的就把这个东西放里去啊？到50年代这个夏奈先生哈、他们这个做田野的时候，你看你一开始做你拿不当回事，比如说这个车马坑或者墓葬里边，它就有这个一条黑线，哎，你看还很小哈。哎，这什么东西？再刮一刮，哎，这黑线大了，然后等于说，哦，两边是一个黑点哈，中间还有这个，就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到那个中间这个车轴出来了，青铜轴头出来了，然后哎呀，这可能是一个竖着的车轮，有了这样的概念，马上就先不要动哈，然后从边上哈，一点点这个垂直的踢进去，把那个车轴那个辐条啊哈，然后和那个木头轮子啊。都踢出来了，这以后才有了这样的经验，但是还只有像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高研究所这样国家队才有这样的技术，后来一点点普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洛阳车马坑啊都是哈、然后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各地的学者都掌握了这个技术，所以考古学也就是说考古田野考古就是磨洋工，整天看你们就是半天不下哈、但是我们肯定不可能像建筑工地那样下呀，是吧？有一个建筑工地，就据说就有一个大横幅标语，就是说大干快上，把考古发掘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就是这样。因为考古发掘一看你太慢了，我哗哗2000下去了就，但是那个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考古学就是说细起来就是跟绣花针似的哈、是这样。然后刚才说这个多学科合作，各种这个先进的这个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考古学可以提取大量的信息，比如说我当年在这个我80年代作为山东大学的教师，到国家文物局考古领域培训班去培训，那个时候接受的是最新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全面采集信息，因为以前的考古做的偏于粗放啊，要全面采集信息。然后我在这个遗址发掘的时候，给大家讲田野考古学的课的时候，跟学生说，现在最新的这个要求。探方，我们做发掘，探方里边的除了土什么都要，包括石头，因为石头上很有可能是有人工的痕迹哈、打字的痕迹，除了土什么都要。但是现在我们知道那土里边太珍贵了，土里边大家看看，现在那个土里边，我们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仪器设备哈、把土先阴干，然后呢就用这个东西很简单撒网，不同这个孔隙就是撒网哈、然后就放上去，把土放上去之后呢，用水来冲，一边冲一边搅和哈、然后把土让它沉下去，然后呢东西就露出来了。分两种，一种是重浮特别重的东西哈、鸟骨头啊、鱼刺啊，然后你打制的这个玉器、石器这个碎片哈、这种东西都落在下边了。轻浮的东西，狗尾巴草啊。当然稻子麦子这些粒儿啊全出来了，当时人吃什么，这个地方的植被如何，可以知道好多好多的信息，这是土里边的东西。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是宝，在考古学家眼中。而且由于技术手段的这个进步，理念的提升呢，我们能这个发掘出更多的信息来，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像五谷齐备，这些二里头时期距今3000多年，那个时候在中原地区已经五谷齐备了，这个我们现在敢说这样的话，都是从土里边才敢这样说的。而这东西大家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历史文献替代不了考古学，当然考古学也替代不了历史文献啊。比如历史文献大量的是讲这个政治军事史、才子佳人、王侯将相，那么粗线条的这些东西，细部的关于到民生的啊，日常生活这些东西，我们能提供大量的信息。结果就汉代以后呢，文献很丰富了，但是考古学还是不可替代，是吧？所以这个呢，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的。然后我这个，因为考古学是具象的，考古学不枯燥，所以可以可能跟比这个讲这个理论的哈更丰富多彩。但我还是想用这样的图表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就说，为什么不能说下肯定就
就有啊，就已经确定了哈。我们说从这个表上我们能看到呢，在史学界历来是有两大话语系统的，这两大话语系统在最初呢是各是各的。比如说文献学的话语系统，盘古、女娲，什么一直到三皇五帝、夏商周啊，这秦汉魏晋南北朝，这是一条话语系统。然后呢，考古学这条话语系统啊，旧石器、新石器、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二里头、二里岗哈、啊、的殷墟。什么时候两大话语系统才能最后合流？它的最根本的契机是吧？决定性的前提是什么？当时的文字了，很明显，只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字，还得是历史信息非常丰富的，具有内证性，就是自己证明自己族属和王朝身份的那样的东西出来，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合流。这个大家应该很简单的道理吧。正因为这样，为什么夏说不清楚？就因为夏这个概念是出自于文献史学的，而这个在考古学里边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像二里头这样的遗址，还没有像这个甲骨文殷墟甲骨文这样的可以证明他族属和身份的文字出来，所以我们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说，比如说根据文献提供的大体情况啊，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我们把夏王朝最大的这个中心地夏王朝中心地这最大的可能地域啊，限定在比如说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推论。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说二里头有可能是夏，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我们就不能说二里头肯定就是夏，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尽管大家说二里头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我特别想举这个例，我特别想说这样的推想，我真的想哪天到这个王府井大街，比如说让学生到王府井大街做一个随机的取样采访，请问您知道二里头吗？大概十个人有十个人根本不知道二里头。那要说殷墟他可能知道，甲骨文那可能知道了啊。然后当我告诉你他是早于殷墟甲骨文这个几百年哈、啊、他是四母戊大方鼎的，就他出的铜器是四母戊大方鼎的祖师爷，像这样的是中国从那儿开始起步。然后呢，但这些东西作为中国人就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二里头这样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文化记忆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二里头尽管大家不熟悉，但是我坚决不同意在教科书上就反正夏大家都知道，你就咱弄个代号，就是一说夏大家就知道了，二里头不大清楚，所以还是少说二里头吧。非也就是说，由于没有甲骨文那样的东西呢，我们偏于谨慎的说法，就是我们还是坚持用我们的考古学的话语系统，在没有证实之前，一说二里头谁都知道，一说是夏，有多种推想。有人说龙山是夏的早期，有人说二里头的早期是夏的早期啊，这个就已经进入学术讨论这种范畴了啊。为什么说不清楚？就是由于这个，就是由于那个时候，所以夏商这样的概念呢，都是比他晚1800年之后的战国到汉代的人才说夏商周这样，顶多是春秋这些，他比他的这个差要与夏相比差1000年时间。大家说1000年时间，然后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宋代，如果100年之后，我们说我们的后代说呀，我们那个祖先，我们生活在21世纪那个祖先，肯定比我们更了解宋代。你比你的后代更了解宋代吗？你后代说不定发掘出宋代的好多东西来，比你知道的还多，是吧？同样的道理，而且我们如果要是看东周到汉代的文献中，比如说有夏，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那个时候的人的心目中的夏，而不一定是历史存在的夏？甚至他有没有，他是不是杜撰，是不是编造哈、啊？是不是有这个中间有许多这个文献的错讹在里边，有意的无意的？比如战国时期那韩赵魏齐谁都说我是中国的这个正宗啊，到最后都是为了这个统一中国啊。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这个对自己本国有利的历史被想象出来，然后呢这个东西到后来逐渐的，你看到了后人就把它当真了，就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做变委的这种工作呢，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这样呢，我们说如果中国历史大分期的话，我们说史前时期是基本上完全没有文字的那个时期叫 prehistory 啊。那么中间还有一个原始时期，大家一看是历史的史啊，原来的原始时期哈、啊，那个叫 proto history，proto 后边加个 history 啊，那个呢原始时期呢就表明有文献记载，有文献不有文字材料，但是非常少，还不足以这个达到这个大体复原当时历史那样的这个程度，或者是它的那个记载是追忆性的、追溯性的，就是像我刚才说这个东周和汉代，东周到秦汉的人，他们追溯这个历史是这样一个的，叫 proto history。然后有文献记载的，有没有文献记载的啊？就这个就不用说了，就是叫 history 嘛。就这三个概念是这么来的。当然，对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原始，这个有大家不同的意见啊。哎，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就认为这个，夏商周基本上就属于 proto history。然后至少从战国开始，文献比较丰富了才是历史。而我个人认为呢，到了殷墟这样的出的那个文献，已经大体上能够自己来证明自己的自证性的文献出来了，应该就已经大体上进入这个历史时期了。这是一个大体的这个解释。我们特别熟悉的所以中国版图，然后大家看有什么概念？我们看就是它可以分成三大块，除了这个像西藏这样大体上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这种地方啊，在早期啊，在这个上古时期呢，还基本上没有人类居住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这广袤的这个东亚大陆这个大版图呢，可以分成两大板块。大家直观的一看呢，就是绿色的板块、褐黄色的板块、多雨的板块、盼雨的板块、季风的板块、寒流的板块。农业的板块、畜牧和游牧的板块、稻作的板块、旱作的板块，旱作哈、啊、就是哎粟作哈、啊、小米这个哈、啊，稻作是大米哈、啊，这个板块，鼎的板块、立的板块，大家知道三足鼎立那个鼎哈、啊，中国被称为鼎立文化哈、啊，鼎就是十足的那种三足器为鼎哈、啊，然后盛行于这个中国东南，然后立空竹的三足器叫立哈、啊，那个呢盛行于中国西北。大体上都以这个为基。为什么到后来中国最早的王朝，我倾向于把它叫广域王权国家，有比较大的地域的控制，比较大的地域的这种王权国家啊，为什么就出现在这么比较狭窄的这种地方呢？那这正是这两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交汇处。这个生态学有一种理论的叫边际效应啊，然后这个我们说混血的这个孩子这个更漂亮更聪明啊。我的小叔这个最早中国里边这个一个提法，这个杂交出高度文明，就是这种感觉。而下面就要给大家阐释这样的问题。那到中国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打破这种概念，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跟以前中国不是一码事儿，中国的概念是一直在变动不居的。我们说它曾经有过非常小的，因为最早的国呢就是一个都邑，周围呢控制着一些一般的聚落哈、啊，最小的国，然后到后来我们说跟大家看到秦汉之际，就是在战国七雄的那个边界哈、啊，这个范围里边哈、啊，秦汉之际呢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秦帝国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个范围，而这个范围呢基本上是农耕文明的区域。为什么这个汉武帝打匈奴打得很远哈、啊，追到漠北去，到最后还得回来，因为你鞭长莫及，你是农业立国的，哎，所以说你看，哎，等这个只有到了像清代这样，元代就不用说了哈，像清代这样哈，因为本身就是这种这个游牧民族哈，这个从北边过来的哈，所以才能有这样大的这样大的气魄哈，中间也有一些偏于分裂的这个时候，这是现在的哈，它是在变动的，而最早的中国呢，就都是在这之前哈、啊。比这还小一点一点的生发出来的。要是这个咬文嚼字呢，说中国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最早出现的呢？我们翻遍这个传世的文献吧哈、啊，这个尚书挺早的吧，然后诗经挺早的吧，但都成熟于战国时期，所以并不早。
然后后来一查一下出土文献里边，何尊1963年，就我出生的那一年，在陕西省宝鸡，然后呢这个发现的这点国宝级的文物，现在已经是这个禁止，就这个严格限制出国展览的国宝之一吧。何尊就这件器物上呢，最早出现了中国周初呢，本来是定都这个关中的，但是他们自己的周王朝自己他都西周王朝自己他都觉得这个地方偏西，还是难以控制这个分封制下的啊各个这个诸侯国的，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地方呢，等于说这个又建一个东都哈，从这儿来治理人民，所以大体上是这样概念。这样就是何尊这个铭文就把最早中国呢就指向了洛阳盆地，而洛阳盆地就是中原的这个腹心地带。然后呢我们说现在让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做大的这个分期的话呢，我们倾向于用这样的话语系统。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什么我们摒弃了那样的话语系统？就在于这个原始社会还可以，因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我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吧哈。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呢，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考古材料没有什么考古材料能够证明中国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它有个别的使用奴隶的情况，但如果把它上升到一种社会制度的话，那么就跟这个就不是一个概念了。而我们以前用的，比如说我们文革时期这个殷墟啊，大量杀巡啊，都是奴隶什么，那这样好多是战俘，有的被撤出这个族属是甚至非常非常远啊，所以俗称那种白种人都有哈、啊。然后这样呢，就得非常复杂，或者是如果没有文献的话，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些人究竟是这个什么人吧哈、啊。大量应该是战俘啊。等于是这样一种概念。至于封建这个词呢，就彻底的被误译误用了。封建这个词最早是日本学者译的这个英文的一个词，大家知道是指的他们欧洲那种封建国家那样的东西。然后等这个后来中国也把大量的日文词被这个中国引用，这个呢就是一个误译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现在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封建呢，经常封建王朝这么等同起来。由于认为这个夏商周是奴隶一社会，所以把封建呢定在，比如从战国封建说这是这个郭沫若先生哈、啊、然后提的。然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到魏晋才封建，实际上如果说用封建把封建这两个词放在中国历史上的话，它最契合的就是西周王朝的封邦建国。封建就是封邦建国，本来是这样，本来是一种跟这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然后专制的帝制的那种完全是这个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指的秦汉帝国之前的那种，我们说周代分封成燕国、齐国、鲁国，这叫封建，这是封建社会。如果用的话用在这儿，所以说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陈列已经摒弃了封建这个词儿，而且馆长也有比较好的说明。但是在我们对面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展览里边的呢，当然还是引用这个，就是还是用这个封建这样的词哈、啊。比如半封建半殖民地哈、啊、如果要是把它拿到学术场合来说呢，就等于说就还是，我也希望一个博物馆应该把它整合统一起来，不能说这个展览不用这个词儿，这个展览还用那个词儿啊。但是这也是比较复杂的，这也需要我们学者来努力，先把学术这些问题搞清楚，然后就说在这个就是把历史这些东西搞清楚啊，然后就是再解决这些现实的认识问题吧。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概念。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呢，我们还是说到中国，如果我们光看我们国土之内的这些东西吧，你就有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这样一种感觉。
什么东西你总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最早最古老的，然后我们横向一比较一下呢，就是说等于是像美索不达米亚，大家知道这两河流域啊，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伊拉克那一带哈，两河流域哈，底格里斯河和约法拉底河那个文明啊，还有埃及文明呢，他们这个国家的出现哈，然后像这个两河流域的那个进入青铜时代的那个时间都比我们要早1000多年甚至2000年，然后相当于我们仰韶时代呢，就是还是新石器时期呢，他们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那么这中间我们说隔得很远哈，以前呢有观点认为这中国文明就是土生土长的哈，由于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偏于这个封闭什么，实际上就等于说我个人认为这个等于说就纯土生土长的和纯粹的中国文明外来说都是实施偏颇的，就等于是由于我们这个地处欧亚大陆的最东端，然后从喜马拉雅山到整个荒漠哈、啊、大草原呢，这个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跟这个欧亚大陆西部的这种交流，但是呢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文明的交流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甚至中国的生发大概下一本书特别详细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说等于甚至就是我们说三代的这个兴起已经有学者指出来了哈、啊，我们的这个悠久漫长的这个新石器时代啊，然后到了这个只有到了这公元前2000年左右啊，就一般被认为夏王朝出现的前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许多在那前后有许多外来因素，比如说这个小麦这个黄牛绵羊马车诸如此类的用骨头占卜的这样的习俗啊，许多许多东西根本都不是东亚大陆本土的，他们就是前后几百年时间的纷纷青铜，最重要的是青铜冶铸技术啊，这些东西呢一股脑的过来之后呢，然后中国历史的大提速时代开始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提速？我这个上个月在这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有个讲座，那个题目叫青铜催生中国加了个问号，然后现在看来等于说我的结论呢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的，青铜催生中国，甚至就是中国这种广域王权国家都是跟外来刺激是有极重要的关系的，不是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就有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的，而且就是根本就是完全不要谈文明的纯粹性，纯粹的文明就真的是只有一个实体就是根本产生不了文明的，文明是一定要在这个交流冲撞搏击中才能发生的，所以大家眼界一定要开阔。所以从这一场讲到目前为止国际学界认可的大体上能跟西方那几大文明古国相提并论是二里头文化，再往前我们中国学者认为它已经进入国家了哈，现在我们在这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哈，但是如果我们自说自话的话那我们随便我们怎么说，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要是说中国古代的问题搞不清楚的话，它就绝对影响我们对全球文明史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跟国际学界有一个平台，就要有共同的话语系统，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说还任重道远，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学术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是吧，哎，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等于我们一定要我们才能就是真正的就是究明我们在全球中国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哈。这个图表代表了我个人的文明观，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中国这种作为实体的中国是不可能做无限制的上溯的，那么要是这样看来呢，就是说那么中国是怎么来呢，我们说在最初公元前3500年，这今天讲座给大家上线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中华文明太原工程的探究的上线，从这个时候各地开始社会复杂化，也可以说是文明化国家化城市化这样一种进程，就是那种大体平等的那种社会被打破啊，贵族阶层然后开始出现啊，一点点这个社会进入这个迈向文明，但是呢各是各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可言，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哈，各个这个
闻名的如满天星斗，这是我们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的哈，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然后呢，这个大家看良渚，这大家都非常熟悉出玉器的哈，良渚、陶瓷和二里头，这我在这里边列这三个点呢，是现在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国家级重大这个攻关项目中华文明太原工程的这个三个都邑重中之重。这个实际上代表了三个大的类型。如果说良渚文化是中原王朝文明形成之前整个东亚大陆那个时候这个最发达的一个文明最璀璨的一颗星的话，那么它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这个来自欧亚大草原的这种青铜潮的这种冲击，还偏早。然后到了陶寺呢，陶寺是山西的，大家知道哈，这个地理上就是地理上就是这个欧亚大陆跟这个中原腹地呢这个交流折冲的这么一个桥梁和纽带的这样一个位置，非常重要的。陶寺就开始已经接受了一些影响了，但是陶寺可以说是整个邦国时代这个邦国时代的一个顶峰或者绝响，是吧？它偏居晋南一隅，没出来。二里头开始，我说二里头为什么重要？大家说徐老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因为你是发掘二里头的。二里头为什么重要？二里头重要就重要在它是，如果说中国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话，那么它就是从多元邦国文明走向一体的王国文明的这么一个节点，这么最早的王国文明，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说它管它叫国丧之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秦汉帝国这样概念，就是说一直这个它统治权一直到扶持到最末梢，而是这个二里头顶多就是国丧之国，是一个大的国家联盟中的盟主，基本上这样一种概念。西周王朝也是这样，西周王朝也是这样，一直夏商周是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这叫王国文明，然后帝国文明，中国历史大体上是这样一种情况啊。然后这个呢，我们看是就是说，我们几十年来吧，我们的前辈通过艰苦的努力吧，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受文献的影响，都认为这个中国这个文明就是中原是最发达的，然后呢，四边就四夷嘛，对不对？什么戎啊、狄啊、哎、蛮夷，全是那些比较低的，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满天星斗的状态，哎，然后到后来，比如二里头呢，这个我们这个我说这前一阵有个这个台湾学者呀，他用的词儿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如果苏秉琦先生说这个在中国出现之前是满天星斗这种状态的话啊，这个台湾学者他说，二里头出来之后就是月明星稀的，太棒了这个词儿，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然后就是说那些星星不是没有了。而是二里头这个东西一出来一照射吧，它偏暗淡了，甚至有一些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啊，由于这个哎方面这个影响啊。然后呢，我们看呢，我们就给大家放放片子啊，就看看这种这个满天星斗的那个时代啊，各地的这个璀璨的这个区域文化。我们说这个红山文化大家都比较熟悉吧，出玉出的特别多哈，基本上这个分布于这个内蒙东部和辽宁西部这一带啊。高度发达，这个石棺木，它的这个玉器呢，就是有许多象征的东西，比如像龟呀、像龙啊，有人说这个是说是龙，也有人说是这个昆虫的胚胎，是吧？像一些动物这东西，这跟它农业同时这个有一定的打猎捕鱼这样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们这跳跃性比较大，一下到了长江下游了。我们看这个良渚文化呢，也是非常发达的哈，也出大量的玉器。然后呢，这个前几年呢，新发现了这个将近300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很有意思的哈。然后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然后他把大量精力花在这个崇玉、用玉这个。在、哎、这个上面来哈、啊，然后有学者就认为他把大量的精力花在那种这个不是用于国计民生的这种不利于这个生产的这样上面，所以就给人感觉它充满了巫术的色彩。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他的玉呢，这个放在了这个处理这个人和神之间关系的
这样的这个重心上的，啊，我们说他建了一个大夯土台子，然后这个那个时候的社会动员力不可想象，特别能折腾，然后十几公里长的这个大水坝，就愣把那个山水让山洪避开它的这个中心区，然后高度这个发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它跟后来那个三代文明不是一致的，不是单线进化论的。大家一定要打破这种单线进化论的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说，在最早的中国中原文明出现之前呢，各地的文化此起彼伏啊，非常复杂，没有个中心可言，所以那是前中原中心的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文明。我们是三星堆，大家说一看，如果说从中原本位，我这个来说，那非我族类，跟我们用鼎啊，这个大量酒器哈、啊，这个吹石器做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啊。那么两米多高那种大青铜树啊，这种东西啊，然后这个甚至有些人认为具有浓重的外来因素，那就应该是它已经独立于这个三代王朝文明的一个地方性的政权了。像这样的东西呢，是不是就是后来的这个王朝文明这一支上啊，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啊。所以说像大家就是把眼界放宽一点，应该是尽可能这个避免用自己现在当代的思维和当代的这种话语系统啊来这个做古代的东西。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这个说起来，我们刚才说这个我们的祖先这个王懿荣、王国维他们哈、罗振玉先生他们，一看到甲骨文立马就是我们很快就能识破它，这是我们的便利的一面。另一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本土学者然后自己发掘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们是一种学术上的寻根问祖，这样我们就应该脑中有根弦儿，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过多的情感投入，就是说你的研究是不是相对客观的。话题说的这个远一点，比如说这个人类文明起源问题，然后我们耳熟能详呢还有这个猿人蓝田人啊，然后周口店那些哈、然后我们最早的北京人。但是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告诉你，这些东西根本都跟我们现在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你能接受得了吗？只有山顶洞人跟你可能还是一针了，就是在一万多年以前那些啊，两三万年以前那些。因为最新的理论，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的这个研究告诉你呢，就是大体上具体时间现在还有争议啊，比如十万年左右，大概到五六万年的时候，然后有一支这个从非洲出来的人群，然后他们四散到这个世界各地，然后这些人是当今人类共同的老祖母夏娃，而这个以前生存在我们土地上那些人通通退出历史舞台，跟恐龙一样。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不排除这些人来了之后也跟当地的一部分土著人杂交，才有了这个后来这些人，这都是革命性的，就是十年二十年之前大家坚决接受不了，现在还有争议，但是越来越多人接受了这样一种，就等于说人类居然是单元起源的，然后从这个都是非洲出来的，这尽管还有争议，但是大概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见了。所以这个就是考古学的这些发现和发掘哈、随时在改变、更新，甚至颠覆我们的既有的认知框架。所以这个呢，所以大家是，就是我们大家要共勉，活到老学到老，一定要随时更新自己的这种知识结构。像这样的艺术品吧，我们就已经不知道它究竟既是什么。有人说既是河神的，有人说既是天神的哈、既是祖先的。这个面具是牛头还是马面还是人像，通通都不好说。所以说有好多这种东西，就是上古史的研究，许多东西是具有不可检验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应该有自我警醒，就是我们研究的这种我们研究结论的相对性，
相对性，不敢过于自信和自负，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对于夏文化的问题也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样这是对学问的一种敬畏啊。如果从程子这个角度，有朋友可能知道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就是做的中国早期程子研究，所以我说我一直跟朋友说我是玩不动产的。如果说大家说搞文物哈，这东西一个杯子哈，一个瓷罐嘛，那东西都是动产。然后我说这个我是玩这个不动产的，那不动产就是道路啊、城址啊、宫殿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的那动产都是在这里边发生的啊，而且它的这个历史意义要更大。我们看这张图呢，就是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中国由于历来是战乱频营，就是人类之间的争斗哈、啊，人群之间争斗啊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中国盛产城，大家一说哈、啊，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几乎都有城，从都城一直到这个土围子，好多村里的老在壕，那土围子我们都算有城。我们看长江流域水乡地区，可以简称水城，挖很宽的壕，然后呢，那个把土就往那一堆哈，那些主要用来防洪防涝，偏早的它就是防野兽的哈，然后等后来有防人的了，然后这中原地区那个、黄土非常发达哈。但有农村来的朋友啊都知道，现在蔬菜大棚啥的哈，不都是两个板一搭哈，中间哇一夯哈，夯土成这土城。然后呢，这个陕西北部这个石卯遗址，大家知道最新的发现哈，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400多万平方米哈，陕西北部这个山西的西北哈，然后内蒙中南部那一带盛行石头，岩石裸露的地方就用石头来砌墙，石城，所以说水城、土城、石城，构成了这个当时这个哈史前时期的哈三大城市三大系统。这就是水城，大家看航片卫星航片还看得很清楚哈，这个这壕特别宽，这城墙倒不一定的，城墙而且就40度完全挡不住人，但它用来排水行洪是吧，交通啊，防野兽防人，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情况。那第二种类型，这种土层呢，我们以这个陶寺这个为例哈，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哈，就是它就是建立这山西襄汾县哈，这个位于山西这个南部的哈。我们看这么大个城址啊，用夯土这个夯起来的，大木礼器，但没有青铜的，所以说有学者管它叫前铜礼器群。看这种大石磬，然后这个驼骨是用鳄鱼皮蒙的骨，鳄鱼那个时候在黄河流域还有，因为那个时候黄河流域非常暖和，后来大象什么都有，后来统统都被逼到这个南方去了。鳄鱼皮做的骨叫驼骨，这都是贵族大墓里边才有的。龙盘，大龙盘，然后大家知道最著名的文字，朱书文字，用毛笔涂的红彩写的非常流畅，哎，所以这都是这个中国这个早期文字，哎，然后等于说。我们看这是一种类型，然后我们看陶寺遗址呢，我们说它是邦国时代一个顶峰哈、啊，大体上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数字按理说对中国人来说没有太多意义，它是耶稣诞辰之前2000年哈、啊，所以我们庆祝千禧年挺兴奋挺激动，实际上就是那么个时代刻度而已哈、啊，然后你放在下一年也无所谓，但是有意思是对中国人来说这2000年呢又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文献记载。夏王朝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尽管我们在考古学上还没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但那个时候呢，这个战乱非常厉害，然后这个呢是可以肯定。我们看，在这个陶寺啊，我们发现城墙被拆了、扒了，然后大墓被搅和了，然后东西都被拿出来，那不是盗墓，那是掘墓和毁墓啊。然后呢，这个整个本来是宫殿区，现在是变成了这个埋尸骨的地方啊。几十个人都被砍头啊肢解的，这个女性这个非常惊恐的张大嘴，这个阴部呢还被插入了一只牛角，就是非常非常残忍。但是我们在文化上面貌上看呢，它没有外敌入侵的这种迹象，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群体性暴力事件是不是这样的东西，还是这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这条古训的最早的考古学例证，是吧？等于说，是不是这个下层推翻这个贵族统治的这样一种？但是考古学，我说它是有局限性的。考古学，我说考古学它擅长于这个
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观察，它不，考古学最不适合于揭露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这个不是考古学的本身，不是考古学的这个强项。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庞培古城那样的瞬间这个火山爆发，或者像这个青海喇嘉那种大洪水一下就把这人淹，那人那母亲抱着孩子还没来得及冲出屋里去就整个就这样，这种瞬间的场面很少见。所以说这个更多的呢就是这种层次的观察，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然后这个我们说这里肯定也有山西的朋友啊，我们说就看山西，说到陶寺说看山西，我们说任何历史悲喜剧都是发生在地，都是上演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是吧？地理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上古人们。我们说我们看山西，山西绝对是块宝地，山西是中国历代文明朝的就是历史文明朝的这个经常是发源地发祥地。但是山西有它的局限性，陶寺我们刚才说了哈，它高度发达，它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因素，但是呢它好像自娱自乐，它没有往外扩张的这种这个意向，或者是地理环境限制和束缚了它，就感觉的是有大义未成大国，这是我个人的说法啊，是这样的。然后它是无独有偶，我们串起来看，我们看说晋国从西周开始分封到春秋时期非常厉害，晋国没出山西，但是到了三家分晋，韩赵魏一定要把自己的都城都搬到邯郸，是吧？开封，是吧？新郑这样的地方，到了河北和河南了，才成就了他们作为战国七雄的这样的地位。那这往下，北魏拓跋鲜卑哈，定都大同，那还是偏居一隅那种感觉。到了洛阳，统一整个北中国，是吧？然后这个我说，我跟山西的同行说一样的。今天就不好意思说好像有点贬低山西的意思，他说没我给你提供个，再给你提供例证，李唐起源于这个太原，到最后这个兴盛的这个唐王朝还是以长安为都的，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哎，所以山西的文明发展水平非常高非常高，哎，但是大河之南更有趣，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了河南呢地势就比较开阔了。大家看，这是卫星影像，十几万平方米，那个 hectare 啊，公顷，然后一万平方米啊，就是简称的 SA 哈，这个方方正正的开始讲究起来了。大家说中国人特别注重这个东西，中国人特别注重。河南人现在说中不中？中，建中立极，方方正正啊，然后甚至中庸，是吧？这种东西呢，都对，最后都甚。到东周时期就写进了这个儒家经典，到现在都记印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骨血里边，所以中国人绝对讲究这个东西。我们看后边越来越讲究，这个夯土城墙最高的16，比现在地面高16.5，五层楼高啊，谁也不敢相信它是4000多年以前的龙山时代的古城，而一开始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的，那就是这推土机还没到的地方，这很明显的。如果这个地方就在城边上就彻底的完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是。哎，所以我们说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文化遗产这个最大的破坏本体不是农民，而是政府行为，很明显的一句话，推土机一上哈，整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是吧？非常严峻。但这个呢很幸运的是它远离都市文明，所以能保存的这么好。大家看，还是这个铸造工艺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知道还没到大板柱，所以它用小板块，大家看像搭积木似的哈，就是等于这个比如说7块上面6块上面再5块，就很简单。再给大家再看一些宏观的，比如说您说徐老师，你说考古学可以发掘出很多细节，考古学注重平民，你怎么总谈都邑呢？我就说大家看社会地质发展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只看村落的话，请大家想象一下中西部的贫困山区的那个农民，很有可能跟2000多年以前战国秦汉时期铁犁铧发明以后那个农民的生活状况几乎是一样的。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中国
没进步吗？对吧？我们汉代要看长，汉代要看长安，对吧？然后等于唐长安、汉长安，是吧？这个宁清北京城，当今北京城，这才是代表中国那个时候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地方，就都邑。所以都邑一直是金字塔的塔尖，三千多年以前就是二里头，二里头就是这个最早的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所以是不是这样一种概念？所以我们要是看文明发展高度的话，还是要看都邑的。所以这样呢，就是回到这中原来，就是说，那么什么是中原呢？我说中原，与其说是一种地理概念，不如说是文化的概念。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个逐鹿这个词儿呢，大体上就是出于《后汉书》《三国志》之类的哈，那个时候谈这个。但它比较早的这个历史悲喜剧啊，实际上是在我们说这个最早的中国，甚至以前就拉开序幕了。而这个当时历史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我们现在有东西部的差异，那个时候也是东部的这些人呢，文明程度发展高，所以历史文化发展是有不平衡性的。但是这个东西部这两个它都没法这个，就是说达到极盛，或者达到极盛就进入极衰，只有这个东西兼并，东西包容交流到了中原这个地方哈，最早的中国出来。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我们说学历史的，做历史研究的一定要有这个时间感和空间感，所以一直给大家强化这些东西。逐鹿中原就发生在这一代这个时期。然后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管它叫夏了，我说它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夏是从文献学上来的，考古学上我们还证明不了哪个东西肯定是夏，是吧？然后所以呢，我倾向于把它叫成前王朝时代，因为二里头究竟是夏还是商，由于没有当时文字材料，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我说二里头不管是姓夏还是姓商，就是我们暂时不知道姓夏和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地位和作用的这种认识，就是丝毫不减低它在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这种分量，哎，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等到了二里岗时期，还是没有太多的文字，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是一个人类族团的哈。只有到了殷墟时期，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商代后期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是这样一看呢，就是我们说，这如果是把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两大块的话哈。我们说看是不是跟现在也相像，我们说这个到了西部，这个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大粗吃大碗哈，带齿的那种，带破齿的那种哈，反正喝汤吃面喝水都是他一气多用。仰韶彩陶就是这样。但是大家看看大汶口啊，松哲良渚这套东西啊，他注重转角，这个凸棱镂空，加上嘴儿，加上把手，加上这个三足。然后呢，你看这个美国学者，这个美国著名汉学家，这个基德韦先生，他你看就用这些没有文字的这些材料啊，他跟你说，他说从这上看，我们能不能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东部就华东地区的这人哈，他在他那个思维的复杂化哈，这个思维的复杂化哈，交流导致语言的复杂化。整个由于做这些东西需要这个社会组织，这个高度的组织化，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高于西方了？大家想，这个东西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合情合理的逻辑推论是不是这样的？哎，然后等于是，但是我们这个现在我是敢说，但是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前辈往往就说，由于怕刺激了当地学者的这种情绪哈，然后大家一般说。就越大的家越说当时的这个各地文明哈、然后各有特色，相互这个交流共同发展都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有落后和先进之分，就是这样的，毋庸讳言。哎，当然就是说大家如果到哪去旅游去，哪个地方都会说我这地方是非常高。比如说刚才我讲哈，我说那尧舜禹就很虚无缥缈的夏都现在还有待于解决，但是我们到山西去，山西的
三晋南的导游会告诉你尧舜禹全在我们这儿，是吧？因为文献记载太丰富了，但是他无视那些文献，有些到东汉末年曹操那个时候才出来的文献，而在那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说法，他根本不管你这些。甚至这个明清时期那个地方志上这些东西，我们这边有个姚王庙呢，是吧？都是这样一下就把这个东西，这都是历史，这就叫文化记忆，或者是应该就说历史想象，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历史都是人历史，我们现在只敢说建构历史，根本不敢说复原历史，是吧？因为我们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穷究历史真相，尤其是在我搞这个3000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哈、啊，所以说这样呢就等于说，为什么每一代都要不断学史？因为都是服务于当前人的哈、啊，都是为了走好以后的路，所以这个就各有各的不同。要是说到这个对历史的感悟呢，就等于说，你看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个黄仁宇先生给我们举的例子哈、啊，一个史学家，他写克伦威尔，写英国这个克伦威尔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历史人物哈、啊，他年轻时候写哈、啊，把克伦威尔骂得狗血喷头。现在对克伦威尔的这个评价哈、啊，各地哈、啊、高度的不同。但是到他40多岁的时候，就隔了20年，他再写一本第二本克伦威尔传记啊，他完全不同，他的认识完全不同，他的肯定哈、啊、和理解增多了许多。为什么？人，我们成熟了。我们经历了许多，我们用自己的感悟，我们用自己的思维来感悟历史，是吧？所以历史就是一种经验的学科嘛。就是在这个最早的中国出现之前，这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个几百年里边哈，中原地区打得一塌糊涂，各地属于各路诸侯哈、啊，大显神通啊。然后其中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考古文化，我们就不列举了哈。但是大体上这可以列出这个大的三个方向啊，上面哈、啊、就一直是就叫挺进中原呐、啊，挺进中原，要争个胜负出来。到了这个二里头崛起之前呢，比如说这个嵩山这一带呢，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王城岗，然后这个30多万平方米哈、啊，然后呢这个离它三十多公里，就是一个县城到一个县城，这地方禹县、禹州瓦店这地方有比它还大的一个聚落哈、啊。然后呢他们采的石料都不一样，然后现在一般的研究呢，这俩各是各的，他俩很有可能还是一个相互竞争对立的这样一个实体。然后再隔30多公里呢，这边新密古城寨，这又是一个东西。那等于说那个时候还是打得一塌糊涂，我们看不到王朝，看不到那种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在哪，没有一个大的东西出来。但是到了公元前1900多年左右，这个时候呢，所以被称作新寨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壕聚落出来了，100万平方米，比他们都大哈。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其他这几个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叫兼并，社会整合开始出来了。哎，这个时候王朝的气象开始有一点。然后我们看就是所谓的二里头，然后这种呢1万平方米的大宫殿建筑出来了哈，然后可以这个18000人在那儿发号司令，即是祖先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就看呢，就等于说他以其所有，次其所无，就是这个把自己能够做别人做不了，比如青铜礼器和玉器什么向外赏赐，但是他向外边扩张呢，攫取各地的重要的资源，比如说做青铜用的铜矿和锡矿啊。所以他已经到了这个湖北盘龙城了，大家知道在这个武汉旁边哈，然后他到了这个南阳一带，到了这个陕西南部一带哈，然后到了晋南这一带，到晋南这干嘛去了？中条山有铜，然后这个盐城那个运城那边有盐哈，像这种很有可能都冲这个去的，这个开始已经超越了这个自然单元的这样一种扩张。让我们看，就从不动产这个角度来看的，就等于说从单体的这种大二里头这种大四合院哈、啊，到西周时期这样的宫室，我们看中轴线开始越来越明确起来了。当明清中国哦，现在也是，哪是中国最大的四合院？中国最大的不动产，紫禁城。所以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这二里头就出来了，我们已经发掘出来了，3000多年
以前啊就这么一个脉络。然后我们看这二里头呢，为什么说他这个二里头是最早中国出来的，我们看就观测到以后这个礼乐制度的这一套东西呢，有许多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成型了。大家知道中国是土木建筑哈，然后垒不高，所以这样就他用近身，你家如果就一个四合院，你肯定是一般胡同里的人家，但是我告诉你我家三进院落或者五进院落，哦，你是王爷府的，是吧？就他就是这样一个等级观念哈。然后这个垂直的上不去哈，就等于说空间上他给你铺展开来。我们说这样谈的是一些国家化文明化的进程，如果说不清楚，大家说我们说这个国家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想跟大家说的是国家绝不是一朝一日一蹴而就的，是吧？所以说它不是一道门槛，而是一个过程，是吧？这但一说起来你觉得挺复杂，但是我们要是用考古学这种优势长程的来看它，大家看陕西这个江寨的遗址哈，这种是民主，中间那个大广场谁都可以进哈，这个聚落这个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商量，这是向心开放公众参与的这种东西。而到了大家看衍生商城，以这个为例哈，我们看呢就等于说这个中国王权国家就这么出来了哈，封闭性独占性和自取性。然后我就特别愿意用这个北京大学教授这个谭晓峰教授的那话，他说中国古代公史这个一个最大特征是不让看。我说不让看都可以上升到这个中国王朝时代中国这个重要政治特征，账本不让看，地图不让看，是吧？然后这个宫殿不让看，宫殿这个背面就是三墙，然后还是搭很高那种红墙，都是不让看，所以它没法这个像这个西方那种广场上有这个 monument 是吧，纪念碑式的那种建筑物，因为它不是公众参与的，它就是一种政治性独占，这是王朝中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看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建筑，这个从低到高就都能看出它这个社会复杂化的这种状况了哈。一开始我们说挖窑洞，窑洞省钱呢，只要有力气哈，挖谁家都根本不用，起码省料钱哈，挖这个地穴式的这样的这个建筑，但是还是潮湿阴暗哈。然后地面是建筑的贵族住的，后来大家都住到地面上去了。然后这个高层贵族出来，国家出来之后有台基式的哈，然后再到这战国时期，拿着十几米高的那种，那是真正高台建筑起来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可以显现一个文明发展的脉络。中间这个是二里头，是我浓墨重彩的给大家推出来的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尽管它这10.8万平方米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明清紫禁城的1/7，明清紫禁城是70多万平方米啊，那可是3600多年以前呐、啊。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东西，然后从那儿开始，一直中原大体上不断线的这么下来。大家看，在二里头之前，是大体上因地制宜、不求方正的这样一个聚落的布局哈。再往后就开始讲究起来，就是作为中国人的那种建中立极的那种哈思想就开始这个讲究起来。我们看这个，那就是那个坐北朝南，土木建筑，封闭式结构，是吧？然后这个像这样一些中轴线、中轴规划，这样一些中国代表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宫室文明特色这个东西都出来了。然后这样呢，我们看，青铜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说这个青铜催生中国，偏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点这个小铜片什么东西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可能是西方，可能是这个欧亚大草原受他们的影响，也局限在这个冶铸技术上。就是说，但是一来了之后呢，他就把它做成中国人本来就想做的这些东西啊。我说中国是吃喝文化，一做就做成这种礼器和乐器这样的东西了。二里头呢，这里边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围园作坊区，用围墙围起来的作坊区。我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啊，跟我们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体上一个概念，就是高墙深垒啊，那个东西我能做你不能做，你说这东西就本身就把你忽悠了吧？它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王权的东西就是都出来了。然后我们说王，说王是大家说王是怎么来的？王就是从这种早期的，就是从这种月来的，这个月
斧钺钩叉这个钺啊，那就是当时有这个东西的，就是具有这个武力的哈、啊，具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所以大家看那个王字，一开始就是这种大板斧性这种钺这种形象，三横一竖，王是这么来的。等于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祭祀和这个军力，就国之大事在于思想精神的凝聚力和绝对的打压能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不对？这是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大家看是不是？由于那个时候中原掌握了这套东西，就是说我们说中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说其他像三星堆啊、良渚那些啊，他们可能是注重人神关系的话，那么中原这帮人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这个，祖先崇拜、血缘、宗法，然后呢，淡化神权，提升王权，然后注重这个，这个世俗的这套东西哈、啊。然后你看这套东西一直到孔子那套东西，这是一支儿的，等于就是到孔子那个东周时期。他那个思想精华，那个百家争鸣那个思想精华，那当然是在那之前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文化积累，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比如说爵到门神这儿哈，加官进爵这些东西，这都是浸淫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几千年前的历史跟我们绝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王朝时期呢，就等于说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用水路的啊，主要还是水路，比如运铜料哈、啊、运这个铜矿这些东西啊，它一点一点把这些东西集中到都城，然后整个一个庞大的这个统治框架啊就出来了。我们说到公元前1500年，我们再往下咽给大家再放两个片子啊，我们看这个中国历史上大提速时代啊，它越来越都邑越来越大。大家看这个，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的就是这些地下的这些基础，但是呢等于上面我们就可以复原出比较宏伟的建筑来。这是什么？这是列鼎。如果是九鼎的话，绝不是像现在这个网上大家弄点古玩，那就是九鼎。九鼎是这种东西，是显示王权的东西。大家看这个，当年这个40年代蒋介石过生日，河南省的军阀就要把这个四木大方鼎给他当寿礼，他就没敢接，因为太重了。这个重，因为这个东西是象征王权的东西啊，他没敢接。然后呢，但是1948年还是去看到这个南京专业博物院去看了一眼去啊。然后呢，临走的时候本来是想带到台湾去的，但是又因为太重了，这个重呢是重量的重了，所以实在拿不走。但是这个你看，但是我们现在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些精华，这等于就是说蒋介石他的考虑跟历代这个王朝皇帝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这些艺术品代表了王权，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带走嘛。所以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让我们看这个，那是四木大方鼎，这是更早郑州商城。然后在二里头没有发现铜的，但是有些陶的。大家知道这个快轮制陶圆的是最便利的，为什么费劲巴拉的把它做成方的，还整个耳整个足呢？我就说有理由相信它应该是仿照铜方鼎的。所以说像考古学的考古发现具有很大的豁然性，是吧啊？那么还有许多许多惊喜还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说宏观上看的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就吃喝文化，就等于说它的这个礼器哈、啊，尤其是酒器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然后我们看呢，下边这个是甘肃的齐家文化和这个新疆的文化，我们看不管它叫饰用文化，就是一装饰品，耳环呐、啊、小刀啊、铜锥啊、铜镜，就这样一些东西，跟这个属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所以说这也是中国中华文化一个特质。到了殷墟，它一下扩展到了这个30多平方公里了啊，这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是中国最这是商王朝时期最大的四合院，1.6万平方米，看它的多大概念。那个是我们那个一个小吉普车，这么大个面积啊。我们看这考古学呢，能发现好多细节。当时那个台阶，甚至台阶上那个雨搭，这些东西都看得比较清楚。这是现在的殷墟博物院啊，西北岗王陵区。大家看看这个王权分化如何严重。这是我的同事在这个清理甲骨，我们特别渴望这二里头也能发现这样的东西。如果上面全是这儿的话，那下
是下次商还用议论吗？不用吵了，不用吵了，是吧？一锤定音。但是这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这样的，就整个这个中国这个中原王朝文明的就是向四外辐射。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玉章、牙章，就这些东西从这个中心区就往外辐射哈、啊，甚至比这个与共九州的这个还广，甚至最南到了越南北部，就是还不光是香港啊和西藏和这个四川这样，到了越南北部，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文化的辐射力。当然，这个文化的辐射力不是它的军事强力的冲击，而是软实力。所以，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世界的雏形在那个时候大体上就出来了？最后呢，给大家归纳一下看，是不是这么一个脉络？我们看这个公元前距今4000年的那个时候哈、啊，十几万平方米的小城堡哈、啊，一堆一堆的哈、啊，然后一点点二里头，在这个地方一个大东西出来了，然后就几百年时间啊，这是同一比例尺。所以大家要是给你数字的话，你没有概念，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甚至给你心灵都产生震撼？为什么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历史大提速？这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最后给大家看看古为今用的，我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后我们在探究不清楚上古的东西，但是我们探究不清的当地政府可以造，当地这个企业家都完全可以造哈，按照想象来做这个，比如这是姚陵，姚在哪都不知道，有没有姚这个人都还，我前几年去的这个秭归屈原祠，50年代就是几个小庙，80年代这个修成这样的了，等到了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特别这个满足于各地这个海外还乡问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希望能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越来越热闹。而这个跟当时的屈原有多少关系吗？所以这个是值得探讨的哈。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啊，他们孔子学院邀请的给讲一讲，因为我祖籍也山东人嘛，所以说给大家讲讲曲阜啊，有些是明清时代的创造吧。这些真的这个文化遗产特别需要保护，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建一些拼假的新的这些东西。比如前几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我的同事安家瑶教授政协委员，就这个联名100多个政协委员坚决反对在这个孔孟之乡建立什么中华文化标志城，但是现在地方积极性还是很大，然后我们现在就眼睁睁看着好多文化遗产需要保护，没有经费，但是大量的这个假的东西，这个仿造的东西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令人堪忧的。国家经济起来了，我说这个人如果有钱，如果不好好花的话，可能还不如没钱。对于一个家里来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何尝不是这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也拆了好多东西，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不行，所以现在没有盗墓这一说，保存得非常好。所以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保护我们文化遗产啊，都是任重道远。像现在我们说这个。我们2000多的城镇可以整得一模一样。我前几年跟这个香港的教授们一块儿到这个广东的东部几个县城去考察，看那广东那县城跟我们家乡这个北方这个县城是一样啊，就说那当地的名片是什么？当地的名片只能是这些文化遗产，保证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了，人家是不是令人堪忧的？所以说从这意义上讲，希望大家也都参与到这个传承文化记忆哈，保护文化遗产这个队伍中来。最后的话，寻找中国记忆，做健康、博学、理性的你，我也是这样愿意跟大家共勉。好，谢谢。